定了。3, 2, 1, GO！ 哇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他小小的身体里有这么大的能量。来来，小娟加油，把你大大的能量都发挥出来。小娟加油啊！好的，顺利通过了第二关。来了，来了。好的。哎，哇，跑两步蹲一下。哎呀，接着跑，巧啊！小娟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最后一步很从容了。漂亮。你的姐妹们都在后面发出阵阵惊呼。加油，往上跑，往上跑，没问题啦！哇，爱秀舞团的姑娘们都高兴地跳了起来。第五关忐忑楼梯了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还要拿空调的呢。好的，趁前面一级放低的时候跳。好的。转过身就要开始下楼梯了。实话说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爱秀跳舞，但每一次都非常的精彩。希望今天赛道上好的表现。因为我们爱秀的成员多半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，跟秋毅是一个学校。是，都加油啊，给力啊！好，对，很好，抓准时机。动手，好的，哇，都没有坐下，很好，抓紧时间。好，获得了由苏宁电器提供的松桥豆浆机。但是如果说最后一关成功的话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就可以获得苏宁电器提供的灰二五空调。站起来！现在为止，很少有第一位选手就可以冲关成功的，来按动它。3分48秒，来，小轩，太棒了，哎呀，来这儿这儿这儿来，耶，来，苏宁电器提供的灰二五空调，果然很有激情，很有斗志啊，真的，很少有选手可以在节目第一个冲关就可以成功的，小轩此时此刻特别的激动。对对对，特别激动，特别激动。姐妹们都在前面看着你，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？今天他们一直在有说啊，我们看好你，看好你，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，然后现在特别开心。这样，我看他还有力气，给咱们再来几个漂亮的 pose 怎么样？舞蹈动作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预备，起。南京爱秀爵士舞团的，叫做什么名字？叫做王梦叶。哦，刚才自己队友的表现如何？小娟太棒了，好有压力。好有压力，对对，不要有压力，化压力为动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梦叶好害羞，一直在玩自己的头发。对对对，希望你也可以复制前面一位小娟的成功，好吗？加油！ Okay, 我看好你。我们的小王做好准备。3, 2, 1 好，来。王梦叶妹妹加油啊！梦叶也是来自南京爱秀爵士舞团，刚刚大学一年级。对，哎呦，那爱秀今天未免太给力了吧！第一位登场的小娟就打了通关，接下来第二位，我们看看梦叶可不可以再创辉煌。然后把重心降低，很好。哎，小心哦。哎，腿尽量摆在身体前面。好，来，梦叶加油，梦叶加油。
紧，小王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蹲，跑跑。哎。非常遗憾，我们的王梦叶妹妹从旋转梅花桩上被打落水中了。这位白白净净、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来自南京安寿街舞工作室的刘佩君。刘佩君，哪个学校的呢？是南广的，是宋秀义师哥的师妹。哇，是吗，小师妹？欢迎欢迎欢迎光临！你看，我们今天起点和终点遥相呼应啊。是的。那就看看我们的佩君能不能到达终点。佩君今天有没有带来其他的才艺方面的展示？我好紧张，可以直接比吗？啊。我想直接比，我真的。对对对，到底是个小姑娘，是是是是，心里比较感性。没有问题，请听口令了。3, 2, 1，加油，加油！哇哦，哎呀，佩君加油啊！腿要摆前面，来，腿往身体前面摆。加油，佩君！跳，不住。好，再来啊，佩君，预备，跳。好，最后一跳就上岸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在跳的时候，你的姐妹们笑得蹲到了地上。哎呀，真是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最后一个青蛙跳就 OK 了啊，佩君加油。好嘞，回头给了一个怨恨的眼神给你们，真的是啊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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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哎呀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哎呀，哎哎哎呀，哎哎哎呀！非常遗憾，我们的佩君第三关就落水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朱周婷，小黄。哦，朱周婷叫小黄。对，这个两个名字完全不搭嘎的，为什么叫小黄呢？因为我原来刚去工作室的时候染了一头黄色的头发。接下来要闯关了，要加油好吗？好。自己觉得能闯到哪一关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尽力吧，加油。哦。好 ，OK， 加油了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。来了，小黄。好，希望你能在赛道上也跑出那种 hip hop 的气势。哎呦呦，我以为他是在做舞蹈动作，原来是重心不稳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会跳舞的姑娘伤不起呀。啊，那个这句俗话好特别呀。小黄加油啊！哎，来，预备，跳。左右摇晃，来，我们尽量把腿放到前面来，腿放到前面来，以蹲的姿势，这样会比较稳。腿放在前面，对，把后腿蹲下来，来，蛤蟆功，预备，跳，扶住，同样调整姿势，把腿放到前面。小黄，我们女生赛道总共只有4分钟的时间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太久哦。好，很快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哇！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京爱秀的问问。问问，我想问问你啊，那个你觉得哪一关对你来说难度最大呀？第一关就难，因为我腿短。
对，问问你放心好了，川哥的腿也不长啊，真的，你看川哥腿也就在这儿啊，真的是，你看跟你都差不多。是，OK， 接下来问问，我们来看看你的闯关表现吧。问问，有请听口令了。3, 2, 1。问问加油，加油，来了，问问。哎呦。问问我们女生赛道总共只有4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在前面不要浪费太久，后面还有什么坦克、楼梯这样的高难度的关卡哦，所以尽量速度要快一点。来，预备，跳。好的。认为自己过不了第一关的问问，现在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对自己没信心。没错啦，第三关旋转梅花桩了。哎呀，问问，不是我讲，蹲梅花桩真的好慢了，走，接着跑，两步一蹲，蹲，哎呀，差一点，走，再走一个，再蹲，蹲，蹲，哎，不错，哎呀，好险呐！这一关一定要保持住重心，不能倒下，只要你能站着就能通关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哎，站起来。非常遗憾，问问从传送带上被传下来了。齐安达提醒您收看《男生女生向前冲》下节精彩预告。这位感觉是这个仪态大方的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看上去特别像一姐啊！我是爱秀爵士舞团的张硕，大家都叫我惠子。惠子啊，你在团里头听说是队长是吗？对对对，我是队长。难怪看上去就很有队长的气质。对对对，你一看就像个领导，对不对啊？既然作为队长，毫无疑问要拿出一些看家本事来秀一秀我们爱秀的这个风采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来段爵士吧。好，爵士，爵士来了 ，music。哇，这是队长哦，队长就是不一样了，哎呦，哇，好羡慕啊，真的，哎呀，惠子真的不错，接下来看看你的闯关表现，你是队长哦，你懂的，惠子，好的，加油 ，OK， 来了，惠子 3, 2, 1。来，加油，惠子！我们的南京爱秀爵士舞团女生队的队长惠子，最后亲自出马了。难怪要留到最后呢，原来是队长。哎，哇！惠子加油！脚上一滑，刚才非常危险，但是很快就稳定住了。真的，惠子特别爱自己的头发，她每走一步都要捋一下头发，你看。时刻保持发型的完美。对对对，注意啊，他马上要捋头发，准备准备，他要捋了，他要捋了，要捋头发了。哎，果然捋头发了啊！哎呀，又捋了一下。好，惠子。哇哦！哎，好，来，接着跑，接着跑，接着跑。好的。比较稳妥。好，来，继续，惠子，惠子，差不多没问题了。哇！站在上面。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哇，帅气！这一关是比较难的一关，惠子一定要跳啊，不要拿手和脚去够。哇哦，好的。哎呀，到底是队长，胆子也比其他的队员们要大得多。好的，最高一级忐忑楼梯已经被你征服，接下来惠子要下楼梯了。每每有这样的美女闯关，都觉得是给高台上主持人的福利啊。是的，关键是什么叫做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惠子应该也是我的师姐。那当然，四的师姐，加油，师姐！你看，师妹闯过来了，师姐。
绝对不能落后。是，每一次看到惠子姐的表现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爆发力、张力。希望今天在赛道上也有爆发力，也有张力。今天爱秀出场的第一位女选手，就非常给力的冲到了最后。没错，最后她的队长以身作则，最后也可以冲上来。叫什么名字？王君莲。王君莲，王女士，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亲友团？亲友团过来的，我女儿。哦，宝贝儿，我们来一个飞吻吧，好不好？飞吻。哇，哎呀，来之前宝宝有没有对妈妈有什么叮嘱啊？叫我拉空调。哇，宝贝儿，你好会高标准严要求妈妈呀。是的，对妈妈抱有很大的希望。对，上来就要拿空调，所以这位加油啦。好吗？来，做好准备，听口令吧。3, 2, 1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好大的压力呀、啊，宝宝要空调啊。来，好的，来，我们这位王女士加油，你的宝贝女儿，漂亮的宝贝女儿雅文就在观众席上看着你，为你加油呢。王女士是我们的忠实观众，她对赛道的熟悉程度，你准备说什么，陈琦？我准备说她对我们的赛道还挺熟悉的。对，看得出相当熟悉啊。哎呀，结果没想到第二个圆盘就落水了。这位朋友你好，我是来自安溪滩学院的聂如林。聂如林，哦，学什么专业？体育教育。哇哦，体育项目当中你最擅长、最拿手的项目是？长跑。哦，长跑，大概是800、1000这样的。对。哇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赛道只有120米。对对对，这恐怕不够你跑哎。对。那你要一直跑的话，就跑到那边金寨路高架桥上去了。学校吗？真的是啊。好，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小聂的闯关之旅，加油好吗？好。好，来，小聂做好准备。3, 2, 1 ，Go！ 来，小聂加油。把平时学到的体育知识都能很好的用在赛道上，相信你一定能闯关成功。没错。小聂跳上去了。来，第二个圆盘一定要小心喽。哎，哇，差一点又用同样的姿势落水，幸好他手长，挂到了圆盘的边缘。好的，终于打破了第二关第二个圆盘的魔咒啊，顺利通过第二关。这一关要注意喽。哇，速度非常快，流星锤根本追不到他。没错，这个个子大腿又长嘛。记住啊，一定要站。哎，小念，哇哇，脚底生风了。这个厉害了啊，再到第五关忐忑楼梯，小念很快就在忐忑楼梯上了，非常快。加油，好的。哇，加油，往上走，稳妥一点，不要着急。对，看准跳跃的时机最重要，跳跃时机最重要。好，哇，哇，身高腿长真是好啊。好的，来到最高一级的忐忑楼梯了，我们的小聂加油。小聂下楼了，小聂现在要注意不要用脚够，技术穿式秘籍，等到前一级台阶最高点的时候再蹦。好的，时间过半，小聂不要那么使劲的去扒着我们的赛道，会扯坏的。好嘞，恭喜获得由吉安达送出的时尚运动板鞋一双。
小念时间过半，对你来说足够有时间闯关成功。好，快快，这一关今天很多人失足，希望你可以冲过去。说了这一关很容易失足。运动，对对对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武静静。静静是还是学生吧？是的，开学才大二。哇，你看啊，学生气十足。大二学的是哪个学校？什么专业呀？是安广院播音主持系。哎呦，又是一位小同行了。小同行，咱们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都是多才多艺。考一考静静吧，陈琦。比如说静静啊，你现在已经闯到终点了，这里就是高台，用什么样的情绪来表达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主持人拥抱，那如果是不慎落水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到底给不给我一次机会？到底给不给我一次机会？哎、到底给不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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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不给你呀、啊？我以为还要问到底给不给我一台空调，对对对，结果是给他给一个机会，是是是，对对，我倒是愿意给你很多机会，但是别的选手不见得愿意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要公平起见了，所以静静就看你的本事，这一次冲冠有信心吗？有。OK， 来，静静做好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加油。静静加油啊！哇，表演起来很有爆发力，吓死人呐！加油加油，静静！好的，加油静静啊！第二关翻转大圆盘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不着急，这才第二个呢。好，顺利通过第三个圆盘，最后一个，稳住！我多么希望你用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就能冲到高台。对，好的，来，好。哎，当心心。转。哎呀，没有。来，静静，跳上去之后一定要站起来啊！来，先站起来，静静。安达提醒您收看《男生女生向前冲》下节精彩预告。这位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燕。周燕。周燕，哦，周燕是做什么行业？老师。老师，哇，字正腔圆，老师。老师。您莫非就是教普通话播音的老师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教小学数学的。哦，小学 小学数学。我的妈！又说到数学了，一说到数学他就要哭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我的痛处，一戳就戳到痛处。好，我们这位数学老师加油了，请听口令 ：Three, two, one, go！ 来，数学老师加油！好。来，周老师一定要加油了，我们的周老师是一位小学数学老师。哎呦，好多小朋友在电视机前看着周老师闯关呢。来，周老师，第三个圆盘。旋转梅花桩，好。蹲。站起来，赶紧跑两步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！再跑，再接着跑。抓紧时间，蹲！你来不及了，在最后一个很从容啊，快点！好了，周老师，没问题了。
周老师，你是要站起来，周老师。好的，调整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弹射楼梯了。好的。看准了，就是这个时候。哎呀，又错过。好的，好的，不错。如果一直跪着，不怕会比较吃力。好的，用蹲的姿势会比较容易腿发力。好的，周老师来到了最高级的弹射楼梯。不能用脚蹦。好的。快，周老师。要运转。好的。好。走到最后一步了，快下来。好，恭喜我们的周老师获得由吉安达提供的时尚运动板鞋。周老师加油。抓紧时间，找到平衡点。快呀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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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在中间倒向你的方向的时候，对，松手。好的，特别棒，周老师。最后只剩下十秒钟倒计时了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很遗憾，挑战失败。这位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金贤芬。金贤芬，哎呦，是个字正腔圆啊。对对对，金贤芬，您的行业是？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。哎呀，这个有意思了。小学语文老师，对。对，刚才是数学老师。对，对，我们俩是同事，我们今天是组队来参赛。哦。这边还有三位男同事，这边还有我们的亲友团。哇。哎呀，不早说嘛，真的是。哇，那么多人，全是亲友团呐、啊。都是你的学生不咯？啊，那你有我们的孩子。哦。我们到这里来的今天的一个目的呢，也是想告诉我们的学生，我们呢不仅每个人要有睿智的大脑，更要有健康的体魄。同时我也想告诉我的孩子，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有许多这样的关卡，妈妈呢和你一起闯关，加油。哇，接下来我们这位小学语文老师做好准备，听口令吧。 3 2 1 GO。来，金老师加油。金老师简单的一番话，就是让我体会到了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没错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老师啊，不光是要教给学生这个学习上的专业上的知识，是的，更多的还要把孩子培养做人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所以今天不管金老师闯到哪一关，都给孩子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。没错。对了，好，稳住。好的，哎，稳住。今天金老师有很多，包括自己的孩子呀，还有自己的学生，都来到观众席上为他加油。金老师，没问题的。结果不重要，只要走好每一步。来，迈出一步，好了。接下来第三关，旋转梅花桩。来，蹲，金老师蹲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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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很明显，我们的金老师对自己的速度啊，太过于自信了。是的，总觉得自己可以跑得比流星锤更快一点。我听说有两天我没有来，男生队的成绩是一落千丈，一塌糊涂。这个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是虽然是我带队，但是跟我这个关系不是很大。那跟谁有关系呢？当然是胖子鲁瑶。哎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的身材就像一个阿拉伯数字，像零，所以我们没有零的突破，我们一直输到现在啊，乐乐。天哪，鲁瑶，所以今天呢，鲁瑶也被发配到我们的高台去送空调了。是的，当然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爱秀舞团的这些成员们，相信应该相当的给力，是不是？对，接下来我们有请他们来，欢迎第一位，欢迎爱秀舞团，欢迎我们的队长。刚才看了你们的集体舞。厉害，相当的给力。所以接下来你是想看他个人秀的部分吗？个人秀的部分有长发，很飘逸啊，发型特别帅。好好，给我们来秀一下。我们要考一考他，对吧？即兴音乐，即兴跳，来，观众 ，music。哇，果然很热辣啊！男生也跳得如此之热辣。哎呦，这个发型加上这个动感的舞姿，真是。谢谢。哎，哇，厉害啊！说真的。每次看男生跳爵士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洗脚水冲咖啡，这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哎啊，就是虽然不说不出来什么味道，但是喝起来还蛮不错的。是。所以小猪今天第一个登场，希望你为男生队可以拔得头筹，赢一个开门红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来，小猪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 ，Go！ 这太慢了吧？哎，小猪。这位叫什么名字？重复一下名字。我叫黄毅清，然后他们都叫我小红这样。叫来之前的话，先秀一段舞蹈，然后先热热身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 ，music。哇，有女生想尖叫吗？真的，今天我们这位选手穿这个搓衣板就上来了。什么搓衣板？来转一下，你看，一看就是勤劳。这个衣服，是我们自己剪的，自己剪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人觉得除了跳舞很棒之外，也很有用心，就是很环保， DIY, 对吧？很环保。这个衣服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啊、哦。但是我希望今天你不要重复说很多次。对，不要重复那个掉下去很多次，好吧？一路冲到底，拿到空调吧。好，来，加油。小红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 ，Go！ 第一关要冲起来。小红，像这样慢慢过是很危险的。小黄，你要跑起来。完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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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个人哦，明明叫黄毅清，非要叫小红。人都走了，谁还在这儿呢？你有多高啊？一八一，标准身高哈。叫腿还蛮长的。叫什么名字？林心伟，双木林，高兴的兴，伟大的伟。哎，伟大的伟。这个衣服真的夺人眼球哎。是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绝对不会落水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。因为即将落水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挂在上面，你就可以重新又爬上来。你少来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背负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耀，也是整个二秀舞团的荣耀。希望你不要给舞团丢脸，好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小伟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 ，Go！ 小伟，加油！要速度、哦。快一点！哇！发现了我们爱秀舞团的这一群帅哥们，真的不是来闯关的，是来展示自己的舞姿的。欢迎你，名字能够再重复一下吗？我叫徐成哲，阿哲哈，嗯、阿哲，前三位男生的表现真的相当的不给力，是不是？还好了，是啊，还好，要求太低了哈。你觉得你能冲哪一关呢？第二关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说第二关，我直接把你就从这扔下去。我跟你讲。第三关。喂。啊，第三关也不错了，最起码有个突破。我当然希望你能过我们的忐忑楼梯第五关，最起码送你一双板鞋，回去跳舞的话会更加的舒服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来，期待你的表现。阿九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 ，Go！ 一定要有速度啊！抓住，
好，第二关有弹跳力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速度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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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京 I Show 爵士的申旭阔，申旭阔，外号叫阔少。阔少，哎呦，很厉害哦！为什么这么讲啊？虽然是来自南京，是，但是人家这个应该是出国镀过金了。没错，去到美国的 New York 纽约，没错，师从很多那个舞蹈大师了。是，来我们介绍一下，都通过哪些舞蹈大师学过武艺？有布兰妮的编舞老师 Bobby， 哇，厉害！还有碧昂斯的编舞老师 Shell。哎呦，天哪，这都是国际一线大牌的编舞老师。是。那今天我一定要再看一下他的风采了。没错没错，来，缪姐，一定要 solo 一段呢、哦。哎呦，这是。阔少，谢谢。哇哦！哎，韩露，你看人家阔少，虽然是个老爷们儿，虽然身上的毛发比较旺盛，是，但是跳出女孩动作来，依然是相当的柔美，相当的妩媚。对，你要对我说这番话干嘛嘞？我知道她跳得很棒啊。是啊，像你这样那么啊，是吧？四肢不太协调的人啊，今天难得来了一位老师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学两招？你的意思是学两个妩媚的动作？你的意思是我缺乏女人味？你何止缺乏女人味？我跟你说，男人味十足啊！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证明我也是有女人味的。好，大家说同不同意啊？同意啊！鼓励一下啦。所以你要瞄这个。怎么样？够女人味吗？从今天起。韩露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第一柔美女郎，对，绝对柔美，动作相当标准，是不是？要评点一下。其实因为她身材很好，所以跳起舞来就很有女人味，蛮性感的。哇，只是谢谢，只是没有发觉你，原来你是有潜力的哈。对，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属于男生赛道的，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女生赛道了。没错，好，阔少，今天你是 I Show 舞团的最后一个登场的，所以。你的压力很大，你背负了很多人的荣誉，你背负了全队的荣耀，所以阔少，希望你今天闯关跟你的舞姿一样，非常非常棒，好吗？尽力，来，好，来，阔少，请扣令，有请阔少 ，2 1 go。加油，阔少，第二关阔少一定要跑快一点，速度快，大步向前跑快。蓝尾秋，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听过有一个广东的绕口令，我说一下，你能不能听懂？哎呦，果果果啊，果果嘎啊，果果果。乐乐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就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我不知道，以为是因为鸭子的语言还是什么？对。当然，今天这位真的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，远道而来，从广州赶到了我们的合肥欢乐岛。哎呦，真的。相当的有心啊！这位来自广州的朋友，请听口令。3, 2, 1 go！ 来，我们的蓝先生穿的那件蓝色的衣服啊，来自广东。我跟你讲，姓蓝的，发出掌声！蓝先生，蓝先生，蓝先生！这位来自广东朋友，应该是家里靠海，所以呢，跟水非常亲切。用河南话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大家。啊？什么？您贵姓？免贵姓牛啊。
咦，这瓜听着咋恁别扭呢？啊，您姓牛，叫牛啥？牛占平。牛占平，是是是，今天难得来到男生女生赛道，这样吧，给你个机会，用河南话来号召我们所有的河南同胞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对对对，男生女生向前冲，大家一起冲冲冲！来，请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来自河南洛阳的这位选手，一定要有冲起来的动力才可以过去。哎呀，好的，漂亮，顺利冲过了我们的水幕枪杆跳，还是为自己在加油喝彩哈。牛先生，这位来自洛阳的牛先生，这速度很重要啊。好，牛先生来到了忐忑楼梯。我终点的鲁阳和秋意，能不能看到这位河南的朋友？冲的还是相当的不错。哎，相当来自河南的。来哪里？来自合肥长。合肥长风哈。叫什么名字，小伙子？我叫邵军兵。邵军兵哈。哎，究竟这位选手能创到第几关了？来，小邵，请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他这个鞋子有点滑，是板鞋。其实还是建议各位来冲关的话呢，要穿运动鞋或者是登山鞋。提安达提醒您收看《男生女生向前冲》下节精彩预告。好的，别的松手，小心小心，再来一次，哎呀，臂力相当的好，扭转高度，再勾一下，坚持住。欢迎你，叫什么名字？韩昆明。韩昆明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，好吗？来加油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.One, go! 跳过，跳过！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刘卫国，我是一名退伍军人。哎呀，为国争光啊！刘卫国是一名退伍军人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，我们分享一下？就过年第一次过年的时候，给家里面打电话，唱了一首歌叫《军中礼花》，我全家人都给我唱哭了。哇！相信此时此刻，很多的你的战友正在关注这个节目，说不定能看到你哦。是。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，拿回一台空调，然后送给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。来，请口令。Three, two, one.速度哦，冲起来！哎，哇哦，真的相当的不错。好，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女生的表现了，有请第一位了啊，来有请这位朋友吧。哎，这位您好，哇，今天这身装扮实在不像来闯关的，这个衣服是你平时上班穿的吧？就嫌暗后卫是没有选美比赛啊。天哪，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我听到就嫌安徽卫视没有选美比赛了。原来是如此的自信。对，就非常就是如果就是有选美比赛的话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这个过五关斩六将，是吗？粉丝们在哪里？哇，干粉丝啊！哇，好，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甘金，苦尽甘来取之精华的甘金。待会儿大家都不要走，每人到我的经纪人那边去领一张名片啊。这位甘金好会推销，然后他的名片背后就印了一个50块钱优惠的券。对，好了，甘金啊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加油！来，
甘青加油。好的，第一关很轻松。甘青是我们一家餐饮集团的客户营销经理。第二关已经顺利通过，接下来旋转梅花桩了，看准梅花桩的时机。对，梅花桩来了啊！对，哎，然后呢？赶紧。好。对。哎呀，好险呐！哎呀。哇，美女粉丝正在场边拿手机拍摄你通关的全过程。前面那个跳，好的，时机把握的非常准确。哎呀，哎呀完了，时机没有掌握好。非常遗憾，我们的甘青从忐忑楼梯上坠入水中。叫什么名字？杨艳。杨艳你好，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刚毕业。哦，刚大学毕业。学什么专业？那是社会体育。社会体育。接下来看看你的闯关表现啦，听口令啦。Three, two, one. 杨艳加油！小杨加油啊！社会体育专业，对，也跟体育是有关系的。没错了啊，在学校里头想必在专业课方面也会有练习了。是的。蹲。哇，好灵巧。节奏感，没错。不要怕，站，好的。加油，小杨，加油，好的。幸运传送带也顺利通过，接下来第五关忐忑楼梯。首先，把我们苏宁电器提供的惠而不惠。
辛苦，特别是中间荡秋千的那一关，那一刻感觉自己要失败了，要掉下去了，是吗？对。是。当时想到什么？我不能掉下去，我想拿空调。拿空调，一个坚定的理想支持他冲到终点。是。爸爸，我拿那个空调了。爸爸，我爱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名字啊，全文飞，全文飞，加油好吗？加油！好，来，小全做好准备，听口令了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加油！来，小全。哇哇，他跳得好高啊！穿了一个小马甲，在空中飞舞啊，上下。加油，小全！第二关翻转大圆盘。第一次来，好，似曾相识故人来呀。好的，蹲蹲，哎呀，哇，好的，看运气好哎，蹲走走快点儿，好的，哎，他运气还算不错啊，是的，也算是很机敏，站起来，站，哎，站起来了。哎，来，请我们这位选手必须要回到传送带之上，跑起来，好的。今天的闯关过程真是都让人看得非常揪心呐、啊。忐忑楼梯，好的。看准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对。好的。最高一级了，哎，小泉，这样很危险，你应该跳过去的呀，小泉。幸好楼梯给了一个借力，赶紧稳定身体。哎呦，起不来的感觉。好的，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现在你要下山了。高台上的两位壮汉，我把女选手交给你们了。在忐忑楼梯有四个字的闯关秘籍，怎么讲？就是上高下低。完了，哦不对，好像反了，反了，应该是上低下高。对，就是你下楼梯的时候，一定要等到前一级楼梯最高点的时候才可以跳。哇哇，又开始够哎。是不是还是学生吧？对，大一学生。哎呀，你看一看就是那种学生气的感觉啊，很稚嫩。对对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刁静。刁静，接下来看你的表现，要闯关了好吗？我口袋里有点东西，小川哥帮我拿一下。拿？哦、是有送礼物吗？没事没事，手机还是。天哪！这川哥，我们给镜头这。小刁啊，真的。忘了从口袋里拿出来了，怕弄湿了是吗？好，川哥你就好好拿着吧，让人家安安心心闯关了。不是，我要给电视机前所有观众看清楚，做个见证，以免到时候小刁说数目不对，那我就冤枉死了。大家看到，这是一张五块的，这是一张一块的，还有两枚硬币，总共是八块钱。各位观众为我作证啊，八块钱哦，小刁啊，八块钱放到川哥这里，待会儿闯关之后啊，川哥再交给你，好吧？好，小刁加油了，加油！啊、来，小刁，请听口令了。Three, two.One, go！ 加油，小刁！小刁也是一个细心的小姑娘，临了要上赛道了，还不忘把兜里的钱掏出来。
错，小雕到了第三关，旋转梅花桩。蹲。阿尤不错。来，接着跑。起身。走。小雕啊，你跑快一点嘛！小雕，你8块钱还在川哥手上呢。布灵的朋友要放内娱。哦，小芳，小芳，哎呦，小芳今天真是毫不灵不灵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非常闪亮。是是是，接下来小芳要进行闯关了，我们为你加油好吗？小芳做好准备。Three, two, one. 小芳加油！加油！之前的方法可以顺利通过。啊，接下来旋转梅花桩，来加油！哎，不错，很灵敏，跑两步，蹲。好的，再接着跑，快快快快快，蹲一点，走走走走，蹲，好，爬起来，还能起得来吗？顺便做两个俯卧撑，蹲，最后一步很从容了，最后一步好啦，哇，好险呐！哎呀，川哥，我发现主持这种激烈，哎呀，糟了！哎，尽量站直身体，站，不要往旁边去，好的。又来到弹跳楼梯，对，弹跳楼梯。小芳加油啊！好的，哎哎哎，太晚了。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妮妮。妮妮。妮妮。妮萍的妮。哦，倪妮，倪萍的倪，哦，这是个好名字，大名听起来像小名是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倪妮，倪妮啊，今天有来亲友团来为你助阵吗？哎，家里人来了是吗？来打个招呼。哎呦，那个宝宝是？是我侄子。哦，是哦，姐姐家的是吗？侄子，他在棒棒糖。哎，笑了，哎，宝贝儿，嗨，你好。他在指你。嗨，宝贝儿，你好。对，说的就是你。好开心，哎呦。哎呀，宝贝儿剪的这个阿福头好帅气啊！这个小宝贝儿他几岁呀？2岁半。2岁半，哎呦，真的好可爱。好聪明的小宝宝，2岁半就知道给你加油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宝贝儿，你吃的是这个棒棒糖还是手指？哦，棒棒糖，拿出来看到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宝贝儿还在申辩着，我没吃手指。对，今天有小齐在这么可爱的在旁边给你加油，一定努力冲关好吗？好。好的。好，来加油啦！听口令吧。3, 2, 1 go！ 来了，加油！哎，第一关很顺利。妮妮加油啊！你可爱的侄子就在岸边在为你加油呢。可爱的小侄子在观众席上一边嗦棒棒糖一边为你加油，你看，你一看嗦了又嗦了一口，哎，还喊声加油，你看忙里偷闲呢。对，小朋友好忙啊。蹲。哎，不错，赶快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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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哎呀，妮妮落水了，小宝贝儿侄子也看呆了，表情突然变得很忧郁。对对对，宝贝儿没事，继续嗦你的棒棒糖，没事的啊，没事。哎呦，对对对。
这位，你有必要长这么高吗？是啊。对对对对。好高呀。啊，是，这位叫什么名字啊？金海燕。金海燕，海燕现在是学生还是？学生。哦，大几了？大二。学的是什么专业？体育教育。哇，又是一位体育教育。对对，刚才是一位社会体育的。对对对，体育教育出来那就是当体育老师。嗯，应该是。啊，没错了。是的。来，为你加油了，做好准备，听口令吧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好，加油，海燕。哇，我觉得我们的赛道上叫海燕的女孩好像特别多。海燕，加油啊！也希望你们都能像真正的海燕一样高傲地飞翔起来。海燕这个腿特别长，在有一些关卡中间还是相当的有优势。加油啊，海燕！顺利通过第二关，海燕，看到我们的旋转棉花桩，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等待上面。好，海燕，哇，哎，你看1米7几的海燕，个子太高了吧？又来了，蹲，及时站起来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哇哦，海燕，你这样起身速度蹲，好慢呐！哎呀。海燕非常遗憾。哎，这位朋友您好，这位个子也好高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江慧君。现在还在念书吗？还在上学。哦，还在上学。那接下来看看你的闯关表现喽。行。好，来加油吧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来，小郑，加油。估计小郑他们那个训练呢，都是在体育馆里面。哎，因为他皮肤那么白，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是学体育的。就是平时完全晒不到太阳。对对，在室内训练的比较多。就是。这位朋友，哇，又是一位个子蛮高的女生，穿得很像学体育的，对对对对，运动。哎呀，肯定学体育的，这里都写了 sport 嘛，肯定是学运动专业啊。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姓杨，木易杨，安静的静。杨静，加油！来，我们的杨静，做好准备，听口令了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加油！来，杨静。千万不要在第二关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赛道应该是略有一点点湿滑，所以在跳的时候要分外的当心。哎哎哎！非常遗憾，同一个位置。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身高问题吗？已经连续三个人，大概是1米7几出点头这样的女生，在第二关落水，好奇怪呀！接下来这位，我坚信不会了，因为她的身高显然没有1米7几啊，这肯定安全一些了啊！来，有请这位朋友。是一个娇小的姑娘。对对对，这位朋友，哎呀，不要这么害怕，总归是要站到位置上的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年红叶。年红叶，哦，年红叶，哇，姓年。姓年这个姓呢比较少见啊，老年家的。好，侯爷加油好吗？啊，侯爷这个乐呵的啊，侯爷来，特别开心，请听口令吧。Three, two, 还在高兴，还在乐。Go！ 哇，侯爷来到我们的赛场上，好开心呐！是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觉得节目能给人家带来欢心快乐，对对对，是我们最大的享受了。哇，原来不光电视机前的朋友看得开心，来参赛的朋友也可以玩得开心。你看侯爷一边闯关一边在嘿嘿嘿的笑啊，心里是有多美呀。你一看这个笑的，侯爷如果拿到空调，相信你会更开心的。
我跟你讲，要是拿到空调的话，我们红叶估计那都叫谈笑半步癫了，笑晕过去了。真的是嘞，加油红叶。对，跑得比较慢呢。好，来，赶紧赶紧赶紧，两步蹲，两步蹲，哎，一步他就蹲了。来，好，没问题了，红叶上来了。非常聪明，他宁愿稍微慢一点，但是也要比较稳妥，这一关一定要跑稳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！哎，红叶，哎呀。红叶，好了，我们这一轮的女生就是这样，总算成绩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还算有一个人过关了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下面又轮到男生队了，来吧。你现在收看的是每天中午全国收视夺冠的安徽卫视齐安达，男生女生向前冲。这里呢，我们还是要感谢生态美防晒以及好喝的黑松玫瑰蜜茶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穿白衣服的小伙子，叫什么名字？政委哈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是那个广告行业的。希望第一个出场，千万不要给男生队丢脸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加油！来，政委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一号选手政委究竟会不会给男生队带来惊喜呢？第二关，小心，好的。惊险的传送带，调整好步伐，好，快速通过忐忑楼梯，待得越久楼梯越陡，尽量快速通过忐忑楼梯，把握好每一步，好的漂亮，来到最高点只差一步了，机会机会，漂亮，楼梯现在很陡啊，走出来的气定神闲，还夺着关注啊！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夏，我叫夏川。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是刚刚实习结束。你的声音好好听啊，莫非是同行？是影视专业。影视专业。马上就要冲关了，先活动活动筋骨，先从嘴巴开始好吗？我们来段绕口令。我所知道的绕口令里比较难的是。是一句简单的话，就是出租车司机如果能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快，连续说十遍的话，基本上我身边的没有人做得到。好，那接下来你给我们叫十辆出租车好吗？来，预备，十遍。出租车司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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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租车司机。哇，这个很标准哦。接下来要看一下你的脚下功夫怎么样。来，下车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。穿到水里了，下穿积水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玉奎。做什么的？做土建工程师。你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。工程师加油！我们这位工程师啊。张彪，张彪，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有没有特长？平时喜欢唱唱歌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造型不像会唱歌的人呢。这样，这不冒相吗？哎呀，人不可貌相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的歌喉 好吗？好，来来来来，给大家带来一段反串的京剧《贵妃醉酒》。爱恨就在指尖，举杯对饮尽思念。可以了，大声告诉我你的名字。
口令。来，请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小伙子刚才给我们带了两句金歌，哎，唱的还真的有那么点意思。如果闯关成功，就在终点，晚点，晚点，晚。这位走出来状态很奇怪啊，他走了是这么走的，是吧？大哥，你是丢了什么吗？你丢了什么东西吗？不是，我看他怎么过去的。哦，你看他怎么过去的？哎呦，对，您有研究过我们的赛道吗？研究过，研究过。觉得哪一关最难？对，最难的吧，没有最难的。啊？就说对你而言都不难，一切都是 OK。前面好多人吹牛，都掉下去了。境外也有发生。叫什么名字，乐观哥？我叫胡立明。下面呢，就要看我们的胡立明，胡大哥如何把空调带回家。来，请。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胡大哥加油！刚才放出豪言壮语啊，说自己觉得赛道没什么难的。什么叫做三思而后行？一定要注意。没有一个难的，一切都是 OK。没有一个难的，一切都是 OK。谁敢出战，站出来！好，你惹我生气。叫什么，小伙子？季振刚。他竟然带了一只手表在身上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要打破我们今天的闯关记录。好、哦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记录哦，男生记录1分10秒。来，来，气正张，请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你这哪是让我们两个队长消消气啊，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嘛！来吧，一二三 ，pose。这是思想者吗？这个动作有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含义？分享一下。我要来打破今天的男生的记录，拿准备来夺走一台空调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说一台，今天你冲过去，我做主，送两台，怎么样？好，究竟我们这个小伙子能不能拿到乐乐承诺的两台空调呢？来，有请。小猪，听口令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我们的小猪今天穿着非常有这个蓝色海洋气息的大短裤来冲关呢、啊，能给他带来好运吗？这不是一个人落水了，这是一台空调落水了。空调你都不要啊！下面这个人冲过去送三台、哦，好，谁敢出战？下一位小伙子啊，文质彬彬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冯永志。感觉你不太行啊，小伙子。你太看不起我了。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我看不起整个男生队啊！哎呀，乐乐，你要冷静，闯过去就送一台啊，好吧？乐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外送你一双千达板鞋怎么样？行，好，好，所以一言未定，闯关成功吗？加油！加油 ！Three, two, one, go！ 不错哦，小伙子，乐乐还说不怎么看好你，你一定要证明你是最棒的。你冲过去，晚上我还请你喝酒。只要你冲过去，只要你给男生队挽回颜面，只要给队长争回面子。这样，我们让这个选手聚精会神的闯关。当心，当心，小伙子，一定要在下一个台阶靠近自己最平行的位置才起跳，千万不要着急。
加油加油 ，OK， 加油！小董主义都不再敢说话了，是的，漂亮，风潮就在眼前，时间剩下不多了，加油加油！今天男生队能不能扳平比分？从你开始。小伙，你一会儿会有瀑布，小心头上，小心！抓住，抓住！完全没有问题，来，来来来，瀑布下来，漂亮！五，来，来自于惠而浦的空调送给你，是，我只送一双板鞋，对，主要。不是还有一顿酒吗？这样这样，两位主持人，乐乐说了要言出必行，他现在就要送出他的礼物了。啊，板鞋一双，板鞋一双，喂，过来拿。哎，要送也送齐安达好吗？你这双真的味道很重好吗？拿到了空调，现在最想对谁说自己做到了？爸妈，我拿到空调了。来参加比赛之前，有没有跟爸妈说我自己给自己设？从哪里来？安徽宣城。叫什么名字呢？三位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姓刘，叫刘小平。刘小鹏。夏拥军。汪军庭。都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一名人民警察。人民警察。说到。向您致敬。对。今天我的老婆儿子都过来了。在哪里啊？谢谢你们来到现场，给我们这位大哥加油打气啊！谢谢。警察大哥，请听口令。来。3, 2, 1 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您也是警察吗？是，我是一名小学老师。小学老师啊，您教什么的？我是在学校德育处工作，从事德育教育。教思想品德的，您现在的思想心理活动，我觉得应该是最稳定的。是，你是怎么想的来着？也是很有压力的，但是我说，我想像今天带着儿子，还有我的这些好朋友都来了，都来了。那么我尽力吧，尽力来。挥挥手，挥挥手，打个招呼。哎呦，天哪！现在男生队2-1落后，你身上不光背负了你自己的空调、自己的荣耀，还有整个队伍的荣耀，好吗？来，我努力。好。对老师，请。听口令 3, 2, 1 Go！ 希望能够化压力为动力，我们这位老师加油。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